云香。整个连生方怎么就你一人？苏明玉带着柯梦兰去督察贡部了，金兄带着天狐和孩子们重新收拾一下老宅子，准备重新开善堂。你为何从来都对我不闻不问？啊？怎么了？我要问什么？我每日去了哪里，见了何人，你从不关心。你不想说，自然有你的道理。你想说的，我不用问。我明白，这段时间我可能有些心烦意乱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。你不要生我的气啊。我没有生气，这个时候我怎么会给你添乱呢？